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冠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天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宜兰陈培国表示，占地2.2公顷的新市国小，目前有1600位学生，以每一档增加2班的趋势，加上因应南科三期课房伫跨西农场进驻，伊烦恼教室无空间增加教室。加上公立幼儿园佮使用里面活动中心，予四大人相当无方便，所以钟立顺要求教育局伫新河佮社内中卫区将分校佮幼儿园一并整合，提早规划。是不是我们新市国小能够设一个分校？然后包含给我图片时，包含我们新市市立的公幼。幼儿园，因为上一次第一次的市政总质询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公立幼儿园都是在里民活动中心，那里民活动中心呢其实是要给里民使用的，那他的幼儿园都设在一楼，所有的里民可能都要爬到二楼去。现在的长辈，你比如说长寿会的一些长辈，他都是年老的人，他怎么会有办法爬到二楼？没有电梯他怎么有办法爬到二楼？所以如果能够在我们那个给我图片十一，在我们36.7公顷新和社内从化区这个地方的学校预定地设立新市国小的分校，包含整栋幼儿园都能够让它资源整合的话，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对此，市长正是欢乐南科三期依然已经在空中飞，情况并不乐观，也就是说后续设立分校机会同样不乐观。我们现在有南科三期，接下来有南科三期应该有的都市规划，再来说有因应南科三期开发所有的一些设施，学校、道路啊，这个其他的基础设施。那目前为止南科三期还在空中飞，我只能说情况不很乐观。这算议员加在王的咨询，除了关心秋行军从喷雨的封堤，也不满的下家一个交通设计竟然排名8个月无修理，除了对当地行车安全造成真大威胁，重要是一旦车祸责任要算谁？对此市长也表示，这款的情形未来绝对无完全发生。台南市有哪足多就是道路海气啦，路顶开去啊，两三天就修理好，遐交通量大，伊无修理袂使啊。啊，像阮咧偏远地区，有人要讲一个交通好处理看，8个月，佮半冬佮袂修理好啊！你拄啊，局长咧找我，我讲会，局长安尼咧敲着。一个交通好处是关的人民的行车安全性。哦，恁到底倒出问题啊？你慢慢讲，我听看卖啊。确实，在同仁跟厂商之间的沟通有所疏失啊，所以造成的延误。否则，根据我们跟厂包商的这个契约，就是有关二次维修都有定，它必须要完成的时间。那一做反映这个问题之后，我其实了解之后，有请这个同仁要定后续的管考的机制的。我再解决啊，所以未来无绝对无稳准这种情形发生。和自摩托尽速修好，除了让民众对市政府效率大大打折，也影响民众对市区甲偏乡有差别待遇的负面观感。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创转除了伫黄伟特竞选市长时担任发言人，也曾经共同争取要伫南台南副中心设立台南城市音乐厅，并且将全力规划东区甲林德的文化廊带，来提升城市的文艺机能，甚至国际化。上议员伫钟立顺再次提出建案，除了要求市长落实政见，也进一步呼吁地点要考虑伫东区的三亚郡。临时区域平行的观点，我也征询很多在地的音乐家，其实他们是希望说，有一些是就好像我们产业一样，有上中下游产业群聚效应，互相的结盟合作。有时候区域离得太远，
啊，不一定是正面啊，搞不好会变蚊子馆啊，倒也不至于蚊子馆，但是它的国际的效能会降低，所以我还是建议能够落在东仁文化廊带，从奇美博物馆到文化中心到巴克里公园东区仁的这个区块，整个做跨区域的考量可能会更好一些哦。中央我们跟他接触过，他们也是觉得说有点怕，说你们台南市如果要的话，到时候你们要自己是不是要自己营运，这部分是我们考量，另外一个部分当然考量到它的地点，那在东区相关的艺文园区有文化中心，有国家科学未来馆，有这个东区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人建议说要考虑到区域平衡，所以这个地点我们还在寻觅当中。议员介绍，针对路过的警车，特别是需要处理交通事故的，因为受限十二万五千公里才能替换报废限制，造成有一挂车甚至会开到一半吊车，故障率足悬，所以就着中基顺提出关心。因为市区的远景的车辆老得特别快，但是他都在市区跑，他要跑到十二万五，这辆车早就不能用了，但是还是不能够更新。那如果在区域行政区很大的非都市地方的话，可能一下子就到十二万五了，那就能更新。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中央没有办法去改变十二万公里依照区域面积大小来调整，那最快速的方法，局长有没有配套措施？谢谢玉作的关心哦。其实警察他们另外，因为我们会把他那个跟局本部的一些车子会互相调用，就是他的跑没有跑到那么多公里数，那我们把他就拿到局里面来啊，局里的话跑范围大，他就会公里数就会多。但是他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如果跑十二万五没有跑到，那侦防车如果跑到七年以上，哦，那他有超过十二万五，我们还是可以换。都是他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车是侦防车，他七年了，他也超过十二万五千公里，那就给你换掉。一万五十分钟的钟立顺对照顾保密的政策，早一天成立体育局，以及拖掉政策检讨，一直到青年主体、社会主体等等，拢要求市府加紧脚步。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不得。以上郭信良为了恭喜议会员工郭千奇日前参加全运会甲世界软式网球锦标赛，分别摕下三面金牌、两面铜牌好成绩。上午公开表扬，会中除了议员蔡秀辉甲王家珍等人欢喜要甲台南志光翕相，议长郭信良嘛亲自替伊挂上奖牌，和媒体留念，场面相当温馨。郭千奇呢，这次不但你看全中运的部分两年一次拿下了三面的金牌，非常的难得。那过一天也是去到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那又夺下了两面的铜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希望郭先生呢，他从国小二年级就开始学习软网，一直没有间断。议会有这个机会呢，来聘请他来这边工作，而且又能够在工作之余又有这么好的佳绩，是非常难得，所以值得肯定。千奇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还是要肯定我们郭信良议长。我想兴趣的背后需要有经济做靠山，那我们郭信良议长，他对于栽培那个选手是不遗余力。所以让千奇到我们议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做他的经济靠山，然后去尽情发挥他的专长，还有发挥他的那个软网的专才，还有他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磨合，也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甚至我们台南市的企业，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心情培养我们在地台南的选手，让他们在国际的比赛能够发扬光大。目前第二回总务组服务的千奇，在国中三年就代表国家参与世界杯，所以来到议会以后，议长嘛借重要的专长来帮议员训练。结果今年议长杯软式网球比赛，台南市会嘛顺利拿下总冠军。面对议会祝福加这份稳定的头路，千奇除了感谢，也表示已经继续努力，争取进军亚洲杯和亚运的国家代表。参加了全国运动会，觉得虽然很辛苦，可是得到奖牌之后很开心。然后
很谢谢，家人，然后谢谢我们教练，还有谢谢我们议长，还有很多的议员，有去帮我看比赛，然后帮我加油。郭千奇辛苦付出，不只得到好的成绩，马受议会同仁拢感觉光荣。台新闻军籍林根采访报道。五日上午，大约有十外户住伫咧安平区平通路的居民，来到台南市政府抗议上药建设公司为伫宜平路的新建案，因为施工的过程中造成厝内后巷涂骹崩起，以及墙面歪起，要求建商赔偿。但双方经过多次协调，也是无法达成共识，希望市府会当帮因主持公道。啊，阮的诉求就是希望市府公务局提出公权力，还我公道。咱的所在闭哩闭啦，门袂关起啦，最高上要建设公司，请拿出诚意解决啊损林事件，这是阮二大诉求。啊，他是。什么事情会造成你的损害、啊？他就是盖房子，我们的现在房子地基下陷，哦，地基下陷，哦，地基下陷，啊，房屋倾斜，哦，啊，那个房子的表面龟裂，哦，这个很严重的损林事件，我希望上药公司出来解决。对着民众的定情，公务局表示，这个事件已经过定情的时机，公务局依法无得介入裁判权限。但为了维护定情大户的权益，嘛甲建设公司协调过真侪届，希望上药建设公司爱慎重后续赔偿问题。这件事情其实主要起因于这个建设公司本身造成伤害之后，对于住户比较不闻不问的态度，让住户非常生气。那就我们公部门而言，我们有受理期限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他进行公部门的所谓的建筑争议的评议，有他的一定法定期限。那这个陈情户就是他在过了这个法定的申请期限，才来跟我们申请，我们其实是没办法进行建筑评议的部分，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他们权利，因为他其实可以由民法的侵权行为去做司法上面的诉讼。可是因为陈情户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们一直坚持不要去告上药公司，然后又一直来觉得主张说应该我们市府部门跳出来帮他做这个处理，才会一直僵持住。大概主要的症结点在这边。那如果上药公司能够施出善意，好好跟他们谈，其实也不会走到今天他们来抗争这个状态。对着住居会指控，上药建设公司也委托国瑞律师事务所作出回应，表示定情书的指控是不实的指控，涉嫌危害上药建设公司商誉，将依法追究相关人法律责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纹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水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贝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五十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
国民健康署关心您。讲到缴税，相信一定有真侪民众拢有补唔到国税甲地方税务的状况，也让民众伫两个单位来回走动。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同时让民众更加方便，财税局甲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对2006年开始合作，推动各地税核数办公。今年也来完成嘉义地区的核数办公，四号项目举办结拜仪式，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出席见证。说到缴税，我相信，今天是 Blue Monday， 说到缴税，大家已经更 blue 哈，心里面一定不是很痛快。但是如果为了缴税还要跑好几次，那就更不痛快中的不痛快。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乐于见到，也很欢迎这个国税局嘉里竞争所跟我们台南市税务局嘉里分局这个缔结连理哈，变成劳定劳开促币逃税，那这一方面可以节省。这个经费的支出哈，政府中央政府少了一笔的租金的支出，那对于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合署办公有很多交流的机会，那这个对民众来讲哈，反正缴税就来这边就对了哈，不管开心不开心哈，来这边至少不开心一次就好，不要不开心好几次，那也可以让民众这个不用舟车劳顿。嘉义区财税局周边也有其他政府的行政机关，未来民众办公也是非常的方便。同时，现在伫一楼的大厅也有联合服务的柜台，将会引导民众到对应的单位。我们嘉义基征所进驻到跟台南市政府的税捐单位合署办公，这是第三个。我们106年是安南基征所，107年是新营分局。今年是我们完成第三个合署办公的这个地方哈，那大家如果有去看过安南跟新营，就知道同仁刚开始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期待的这个进驻的心理，可是呢，等到他们正式进驻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迥然不同哈，因为办公厅舍非常的明亮，也比以前呢，感受更不一样。那我相信最大的受惠者呢，除了同仁之外，我们的外部顾客就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特别我们嘉里地区的这边的纳税义务人，我们这边行政轴带都在这里哈。如果在税捐单位有发生任何的争执呢，我们警察局就在旁边哈。哎。啊，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户政、地政都在旁边，非常的方便。好，区公所也在旁边。从这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哦，大台南地区哦，其实国地税合署办公其实已经通通都那个任督二脉通通都打完了哈、哦。所以像新营、嘉里还有安南都是楼上楼下，那个新化的话是有隔壁。所以非然后在台南的话，因为台南市区交通比较方便，所以虽然都是在总局，但是也都在整个那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所以等于说台南市民朋友哦，未来在办国地税的时候，诚如像我们市长说，他卡人想了，然后免想哦，直接就去办公室就对啊，反正唔知倒位入去，一楼大厅。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国地税的一个那个多功能服务柜台，直接就帮大家分流，也就是说真正拢免想哦，你一入去，行入去一楼大厅，伊就报你讲，哎，爱去几楼办什么业务，办什么业务。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合作，未来也将提供民众更加便利的服务。市府也强调将会持续来让民众办公更加方便，但新闻广播已采访不得。落实土地正义政策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向市民承诺的重要政见之一。市府透过专案通盘检讨后，在今年10月底公告公开，全市17处都市计划区公共设施用地有计将改变500多公顷的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解决地主长久以来土地无法度使用的困扰。各单位确实检讨这一波的公共设施土地，的确。
是没有用到，那确实确定没有用到之后，我们就解编。解编之后，不管是变为建地或商业区或是住宅区，他们都地主都必须回馈啊一定的土地给政府来做公共设施，譬如说做道路、做污水处理、做等等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是在地尽其力，而且在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有许多人判了一辈子，30年、40年、50年都判不到被划入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坦白讲，某种程度的土地就被判了死刑，那现在把它解编，就从死刑里面解救出来。改编公共设施保留地政策，不只让地主受惠，政府也同样可以降低土地征收的费用，减少市政的支出。总共解编172公顷，总共接下来可以减少许许多多的经费。如果我们528公顷通通解编的话，估计可以省掉1543亿的征收经费。这个对民众来讲，对政府来讲，第一个还民众公道，第二个减轻政府征收的这个经费。都发局强调，公共设施改编依照赖进步指导原则，优先采取跨区公办市地重划方式开发，透过市地重划共同负担，开辟道路、公园、停车场等，不只会当解决地主当年土地使用受限的问题，土地经过重划开发后，佫会当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促进地区发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于西门路顶的百货夜市，今年周年庆将伫咧11月7号登场。百货夜市规划真侪促销活动，要来刺激买气。不管是化妆品满2000送200优惠，或者是专柜满5000送500好康，就是要让消费者买愈侪送愈侪。本即日起到11月24号，我们推出了超强的赠奖活动，全馆满5000送500，化妆品区满2000送200，还有名品大家电区法客家 iStore 的单柜满万送1000。那另外我们在首期日的时候还有加码，只要有过贵宾卡友以及 APP 会员的话，我们是在名品单柜大家电区法客家 iStore 的部分是单柜满万升级送1000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要请我们的民众在17周年庆的时候跟我们17狂欢。百货夜市另外也有打造购物 APP， 让民众在厝内就会当买到限量的特价人气商品，同款也有满千送百优惠回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个斯点子与完美丽的教室是综合国小为了108年的新课纲所打造的，上课的内容包括英文、多元文化学习、美学素养等等。教室当中的其中一面壁就放了黑板，提供学生来画图，展现家己的创意。其中两位学生阁画出家己喜爱的独角仙甲梵谷的新叶，予人看到学生无限的创意。在我们这间教室呢，我们每次课堂我都会结合一些艺术相关的表现，然后我会邀请一些有特殊表现的小朋友，让他们把他们的特别的画作，然后画在我们课堂上的一些这个黑板上。所以像我们杞人，他是我们的甲虫小王子，他任何甲虫他都就是独角兽，独角仙、敲心虫，还有什么那个长鳍什么，念一次。长鳍大兜虫。好，那个大兜虫，对，我不知道，但他很厉害，所以我就邀请他，让他画在黑板上，他完全不需要看任何的书本，他就可以很自然的画出来。凯泰他是非常聪明而且敏锐的小孩。我觉得借由梵谷这种有多笔触的绘画，可以帮助凯泰更发挥他的才能。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小孩，可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比较新的事物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紧张。那我觉得借由像梵谷这种比较能够发挥的一些画，然后帮助凯泰可以把他的内心的一些很敏锐的，他对色彩非常的敏锐，还有形状很的一些观察细微的部分都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今年多啊是人类登月50周年，所以其中一个作品也是在讲月娘甲太空人。负责这个作品的学生也用英文向大家介绍伊的创作理念，展现了看了又学习的成果。Teacher told us that it's the moon landing of 50 years. So teacher let us look at some movie and we draw this picture. This is astronauts.And I draw the Earth, rocket, lots of star and moon. The astronauts stand on the moon 50 years ago. It's a very important time for us. And I draw this picture because I like the stars. Because the stars have a lot on the sky.
and it looks like very amazing, very beautiful. So I feel like I like the star, I like the moon. And if I grow up, if I can, then maybe I'll be an astronaut. 教室内面也有作品展示区，让学生透过家己作品的展示来培养正能量。同时，老师也将会安排其他的学生来黑板画图，让每一个学生都会使来展现家己。但新闻国博宇采访报道。新台病院感染科医师李明吉表示，感染困难梭菌，常见的症状就是腹泻，同时也有可能出现腹肚痛、发烧、胃膜性的肠仔炎等现象。严重者可能会造成死亡。伊的感染途径大部分拢是透过口腔的传染，而寄生伫个人体的肠仔道。毋过会诱发症状，可能甲民众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时，造成肠仔道的正常菌虫的减少，才让困难梭菌来大量繁殖。这困难梭状杆菌呢，它的特征就是会形在恶劣的环境下形成孢子，来对抗它的。恶劣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会将这样的菌或孢子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呢，那它可能会经过这个胃之后到我们大肠繁殖，而产生进一步的症状。那我们在经过抗生素的服用之后，可能会造成我们肠道的共生菌的失衡，而使得这样的菌呢，在繁殖之后产生问题。好，所以如何来防治，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手部卫生洗手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洗手的方式呢，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这个酒精呢，并不能杀死困难梭状杆菌，那我们必须要去以这个湿洗手的方式，就是传统的必须要用自来水跟手部的搓揉这样物理方式来去把这个困难梭状的孢子冲刷掉。医师呼吁避免困难梭菌的感染。一方面除了要勤洗手，避免病从口入，另外也提醒民众要有正确的用药观念。如果身体不爽快，一定要看医生，绝对袂用胡乱吃抗生素。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港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